大家好，我是赖凡，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说一声谢谢的，谢谢你们对我台湾公开售票演讲的支持。我们7月30号台北那场跟高雄那场都已经完售了，那7月29号还剩下一些票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从来没有在 Sarah 健康自己来的频道上面跟大家报告我们有这样子的演讲。所以今天是来特别跟大家打招呼的，然后也要谢谢已经买票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这次的演讲主题是摆脱慢性病和肥胖啊。我们这一次要触及的慢性病非常非常的多，在里面我们会把慢性病跟你吃什么到底有什么关系讲得非常清楚哦。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有那种很铁齿，或者是你的朋友那种很铁齿，你怎么跟他讲，他都不听哦，他就是要这样乱吃的人，你就把他带来。因为这一次在演讲里面，我们会把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你吃这些东西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？食疗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大？很多人都觉得听健康讲座是件很无聊的事情哦，但是。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老阿嬷，她说：“宇欢，你的演讲就像听演唱会一样诶，来我的演讲，你绝对不会无聊。每一场我们都会让观众跟我直接互动，那个时候的问答通常都是精彩无比，场场都不一样啊。这是为什么从大马以及香港飞来看我演讲的朋友非常的多。”我要特别谢谢你们。我想你们知道，这场演讲我们不但要讲非常非常多你们没有听过的东西，而且它一定是根治饮食同好的同乐会。那我们就台北见喽，Health Rocks。